3년. 嗯？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啥意思？你选一个开盲盒吗？爹，我选这个得了。确定啊？嗯。好嘞。哎妈！你愿意吃多少粉？行。你先造吧，你先造，我等会儿。我就得意吃个酸辣粉啊。哎香，哎呀！哇，不错呀！有喜欢嗦粉的老铁别错过了啊！咱家这款酸辣粉麻麻辣辣的，然后小陈醋的味道非常浓郁啊，然后好吃还不贵，经济还实惠，23.9块，给大家发6桶，就是一箱啊！有喜欢吃的直接去拍了。哇哦！哇塞！不错，今天没被偷吃。哎呀，这不错呀！哎妈，这酸辣粉必须把汤都得喝呀！吃完了。刷碗吗？好，去吧，啥不用你管，给我来。这傻子怎么选这里？帮我消毒。这几天不整点事儿，玩点套路，啥也吃不着啊。干去了，吃吧。今天对我不错呀。等会儿有点凉，有点凉，等会儿关门，热不热？鸡腿给我吃了。吃吧，吃吧，吃吧。哎呦我去，这小烧烤好味儿。你今天对我这么好，嗯，我也不跟你掖着个肠子了，我买了一箱罐头。想不想吃？这么讲究吗？你拿一桶去吧。挺不容易啊。那你对我好，我不得对你好点吗？鸡腿等会儿吃啊，那个鸡腿得热着啊。多死，多死。哎呀，这罐子不错呀。好吃。
这酸辣粉太好吃了。好极了！哎呀，太好吃了！给我留一条，你这闭上大闭眼在这吃，就光着给你吃，没啥拉闲的吃。老铁啊，咱家这个酸辣粉纯红薯粉啊。然后有喜欢嗦粉的老铁，23.9块，给大家发6桶啊，麻麻辣辣的，小陈醋的味道非常浓郁，喜欢吃的直接去拍啊。吃饭吧。什么玩意？吃饭吃饭吧，吃饭吧。好的，都给你吃啊，没看着啊。跟你没关系，明白吗？跟我屁管子。吃顿饭也听个白戏啊。鲜香的，我跟你说，一定要泡10分钟，它入味儿，这量满满一大碗。老铁们有喜欢的啊，左下角去拍一下，23.9，给大家发6桶。喜欢嗦粉的搂它啊。这大猪蹄子太馋人了，真想吃两口。啊！我得想办法吃两口。终于走了。
吗？喜欢粉的赶快去拍啊，酸麻辣老盖味儿好。今天活着真不错呀！啊，哎呦，这肉真香！干啥呢？香不香跟你有啥关系？天的，我跟你说去，都我的瓜皮都可以吃啊，都我的，干啥呢？啊？你给我一个呀？啥玩意给你一个呀？这把搁这摆着是我自己吃的，不是给你准备的。一天干啥不知道啊？啊？啥都想吃好吃的，门都没有。这味儿。真不错。你等着瞧。哎，对不起。哎，太瘦了。干啥呢？对不起啊，我的不许给我动啊！我不吃啊！回来少一块，我跟你没完。我咋这么惯着他呢？一块我都不给他留啊！啊，真香！哎呀。嗯，干啥呢？哎呦我的妈！啊，我不让你动是吗？拿我说话当耳边风是不是？整不了你了，是你的，吃大葱，给吃大葱。老铁啊，咱家酸辣粉真的挺不错的，味道啊就属于那种口味重一点的，麻麻辣辣的，小陈醋的味道非常浓郁啊。23.9块给大家发6桶，有喜欢吃的直接去拍啊。我天天跟他吃点饭，我太憋气了。有道理。喜欢嗦粉的去拍啊！哎呦我的妈！哎呀，真够丰盛的！哎呀，我的妈！哎呀，那酸辣粉儿，
整这么丰盛，你说全高配的，你说你还吃不了，那这何苦呢？那小粉儿啊，嗯，这小味儿闻着了吗？真不错。哎，麻辣鲜香，味儿太好了。这味儿太好了，那熏鸡腿热乎的，嗯，来口，慢慢练啊。哎呦我的妈！来，老铁啊，看看咱家酸辣粉晶莹剔透的啊，这小汤汁儿啊，麻辣鲜香啊！我本来就馋，在这紧着馋我。嗯，把碗都刷了啊。